加翻啲体质。咁样嘅话呢度睇下先。我一嚟就封咗咯。301冰封，哦呢、這个地嗰、那个。哇！佢冇牛蒲，系嘛？哇！放我除福喎，哎呀，招运！YouTube 打字食咗畫面，系咪要控翻嗰啲呢个位咧？接够中间个保师要补喎，顶我该死该死嘅招魂，点解你会唔喺度嘅咧？都唔明点解混乱咗，佢都仲可以有窝华喺度嘅。哇！喺301问嘅保师，耕田佬，喂呀，咁都打唔中，哎呀，赵云，点解要咁做咧？赵云，我补埋先呢、這个。我呢度封咗呢只啦，哇！争啲顶，争啲顶唔住，好麻烦啊！混乱真系，我呢度即刻补你先啦，应该系要补呢度。对上司马先呢度，兵六顺啦又要，等我来补。哎，好啊。我都冇定神啊，啲虫，得我人有定神啊，未攞到两粒啊。我用最化嗰只啊，顶个招魂，点解你俾人封住咗噶？阿招魂又死唔到喎，哇大镬！打死司马，哎好啊好啊。混乱咗可以换装 ，Hello guys， 睇下先，得翻自己先，终于死咗啦，赵云，我死咗都唔系好事啊喺度，哎呀，点解啊？大波啦，六神。仲解就好啊，唔好用水神啊，解一隻算啦，你唔好用水神。终于醒啦，我召唤，应该打后排先啊，要打除福先呢度。成日夜晚已经等咗48个钟啊，咁耐，竟然等咗咁耐，可以话我哋暂时初步阶段就系我同阿魔水调转咗时间啦，因应翻个时钟。我即刻补啦呢只要。
我都系。哎呀，点解要咁做啊，赵云？顶我冇晒输出啦我。咦，徐福醒咗喎。边个要凹镜呢？边个要凹图呢？我谂凹咗佢先啦，因为识复活。四军师先杀大过徐福同仙人杀其一啊 ，OK 啊。咁我先杀陆逊，但系佢会出个童子出嚟。死啦！我赵云太高血，唉，终于死啦！啊，太好啦，死咗咪好咯。哇，解咗喎。天五地属风属，睇唔到中午台学生个咁都系嘅。先，俾我自己，俾我自己啊！哇，系好啊，混乱我人，好混乱我啲虫。哇，你整啲咁结嘅俾我弹嘅？食紧午餐，边惨做到狗咁，咁大镬。我都系啊，我系试过忙到食唔到嘢，试咗忙过食唔到嘢咯，即系食唔到晏昼咯。即系原本应该晏昼几多点食咧，可能系讲紧十二点到啦，系啦。咁但系我嗰阵系等到两点先食嘅，两点至三点呢段时间食。Oh my god！ 又谂低咗啦，我老陈。唉，最衰我只赵云又冇咩啦，哇！咁快醒咗，点解我？你预知道我死，即刻整个先毒俾我 ，OK 喎呢下。但系我都矮矮地，先俾咗个嘢俾你先。暗不斗我谂一定要搞咗先啊！暗不斗啊，咩小仙童嗰啲梵教，系咪？南北斗咯，呢两只最麻烦。我嘅军师又死咗啦，唔系我只赵云又死咗。哎呀，呢个居然中我招，大镬啦咁就。封住小仙童先啦，咪又哦，封咗啦已经。冇晒输出添，两只水壶被人封晒，仲 hold 到冇问题，仲 hold 得住。基本上保烧呢一关咧，传回血已经冇乜作用，反而要直接复活啊！另一啲仲即刻死咗，顶到一两下之后即刻死啦佢。嚟啦 ，OK 啦，咁啊，陆逊一弯未必打死，因为太少输出啦，咁都系要冰封佢先啦，再勾落去。啊，点解？南北最后先封佢啊？咁啊系嘅，咁难封，换转嚟谂，应该最后封都系一个好处。顶啊，又撞解。封翻徐福先。啊，冇啦，封边个好呢？封仙人啦、啊，唔系、啊，陆逊要封先，封陆逊，唔好谂啦。封住先呢度，仲争几多血啊？275，
270应该打死我谂。呢度睇下先，一定要俾个结界佢。跟住咧，我就冰封随福。我惊打唔死喎呢把大，不如淋落去啦。淋落去会唔会好啲啊？淋落去啦。我惊打唔死，打唔死六神会，因为国家应该系电嘅呢度。睇啦，国家，唉，好啊，国家一下电死 ，OK。咁呢度就封霸小仙童先啦，再俾结界俾佢。哇，做乜鬼嘢 ？Chat Boom 黐咗线啊！有冇问题啊 ？Chat Boom， 冇事系嘛？得啦。好波 ，very good。哎，又晕又混乱。地洞破，我好在立得切啫。你几住？你都几久啊？啊！死啦！我好似冇拎嗰只巴豆妖药，唉，低 B 仔，唔记得拎巴豆妖嗰只药添。My God！哦，封个小仙童啊！又，而家就慢慢磨啦，呢度要。哇！好啦，跟住我预判佢打小仙童先啦。嗯，应该系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咁都打唔中佢个。啊，OK， 瞓咗落地，死咩啊？招运，运唔掂啊！招运你，哎醒，竟然系醒，咁我杀下小仙童先啊，小仙童先咧。哦，冇事，冇事，顶住。哇顶啊！一个碌碌碌过嚟，呢度要补喎，有冇大？哎呀，冇大药食屎！呢个封啦，冇办法，阿吹风。好在好在佢自己都有镜啫，如果唔系嘅话就真系玩完啦又。214吧，哎呀，点解会冇带嗰只药噶？哎，呢啲药好渣，得翻咁少药就原来，仲冇晒镜添，冇晒结界。撞解小仙童，哇痛啊！嚟啦，结界师嚟啦，结界师俾边个咧？嗯，俾咗自己先好似好啲，俾咗自己先好似稳阵啲啊！风华小仙童哦。好，冇死住啊，老陈，顶住，顶住，好，开始稳定翻啲啊，总算，一阵真系要开翻个银行，拎翻啲药出嚟。hold 住 ，hold 住，只要我啲3000血嘅重出到嚟就得啦。呢度晕啦，蓝北斗啊，蓝斗啊，呢度封只月老，
哇！好在好在結界曬嘅真係。好 ，OK， 跟住到華佗啦，到華佗打靶仔，仙人又出翻嚟咧，我俾結界你啊，仙人。我哋自备咗，唔紧要。喂，睇先呢度华佗打小仙童，呢度我谂我俾结界啦，我哋都俾咗啦，唔紧要啦。反正如果唔用结界，我都系用云嘅，冇咩嘢拣。比重又冇咩，结界比重好似冇乜用啊，因为我哋全部都二千几元以上，二千元以上。好，跟住就打徐福啦，封住嘅华佗呢？徐福系你嘅回合啦，睇唔到出咩唔紧要啊，我知啊，呢个 DA 问题。我顶你啊！又打死我只输出，我看看先呢度。我自保先啦，呢个都系照砌落除幅度。呢度控只仙人咧。太攰啦！哇，又晕，又混乱，咪又晕咗，会唔会太烦啊？喂，啲输出晕晒，准备第一次，睇先呢度，我谂呢度全部结界唔使啦，咁我就晕，是但，因为晕击我谂打呢啲最有效，反而冰封啊难啲，我觉得。Oh my god！ 嗱系啦，呢两只我谂好大机率要冰要云云击应该大过冰封，呢两个资力太劲，但系呢一只就可以冰封啦，呢只垃圾垃圾，呕死佢，要打呢度，啊，好烦佢个红真系。佢个红真点烦？好高攻喎，只国家一只车落去成千啊！虽然黑熟咗，但系都唔黑熟，应该都可以打到几多啊？都可以打到七百几伤啊！谂住晕我，冇咁易。啲冰封真系好准噶，唉，照晕啦，照晕，我俾咗自己先，过四百支啊，哇，系，唔系即系啲电超劲啊，招电，哎呀，又混乱，你会唔会太烦啊？中唔到 C C 技，应该得云。呢个俾埋自己先，呢度冰住只华佗。唉，混乱真系好烦。如果呢度双定神，一定易打，一定易好多添啊！佢嗰啲混乱即刻废晒。混住只北斗先，南斗、北斗呢度冰封华佗。你睇下我两只风，我嘅输出，最后一只风都中埋招，唉，中啦，终于，少咗只梵高啦，终于。
我还打呢只冰仙人 ，OK。 哦，靓波！等我啲混乱，哇！呢个打靶仔啊，封嘅徐福先，终于出翻嚟咯，召唤，混乱十个回合，系咪五个回合到混乱？我都冇乜点睇，哇大镬，哇冇事，佢301冇事嘅，唔中。 得唔徐福唔搞啦，徐福一阵间打死佢，仙人都唔搞佢啦。咁啊，冰封月老云北斗，唉，靓波，终于冰封到啦。 点啦？过关啦，终于呢度打仙人，晕得中啊！顶啊！佢闪咗喺度，应该系噶。 边只啊？北斗啊，顶啊！呢度弹就食蕉啦，真系。月老先啊，求其笃一只先啦，呢度。月老啦，月老啦。 月老啊，就咁决定。 搞掂，只要杀咗四军师加埋徐福，基本上杀咗四军师。如果呢个队伍有三个人、四个人到咧，就已经过到呢个咩系啊？封系，啲结嘢睇，唔系呢个。 去得火，有冇带曼达啦？冇啊，曼达喺水堡度，冇带喺水堡，太低呢啦水堡，唔可以出场。到该死嘅华佗，有曼达嘅话，通常都要补补个招魂。哦，北斗先 OK 啊。 其实北斗都唔系好多血啫，暗北斗。咦，出翻嚟喎！嗯，哇哦，哇，全部唔中，低能嘅。 哇！呢只又出埋嚟，控翻啲先，稳阵啲先呢度。哎呀，好中招，奸铁佬！ 咁啊，哈罗阿峰，诶，终于中招啦，即系全部人封蓝豆，因为知道北斗好快会死，冇人理佢，低能华佗成万几血，嗯。
晕咗都好，起码控到。虽然同冰封差好远啦，呢个持续嘅回合。OK。我谂下个礼拜我个封战都有机会可以上到301文，呢个礼拜将会狂升咧，跟住加文怼到301文先，咁样就可以话系保得几好嘅，即系保护方面。好、哦，终于到我哋虐杀翻你啦，蓝豆，你都有今日啦，同赵云差唔多，翻嚟国家打得逐物啊，有300文起身结界补水人好大好多，啱啊，我都系谂住补我只冰封或者水补好似，但系水补起码要82以上先得啦，咁所以呢个礼拜都升紧，呢个礼拜都要狂怼。其实国家而家加咗工咧，真系几好噶。之前咧真系哇，觉得废，简直废到不得了。而家加咗伤害咧，真系唔同啲。你起码咧火打火咧，都真系高伤啊嘛，唔会话火打火咁低伤。以前系讲紧风嘅乱击系劲过佢嘅白红冠人，简直不得了。打一转杂鱼啊！唉，搞掂，终于过关啦，辛苦晒。佢哋讲啲咩话？我都未睇佢会讲啲咩喎。当超强 NPC 擂台 OK 啊，食翻药先。历史时刻，我都系玩咁耐第一次上到啦。一路都想上啦，估唔到今个礼拜已经上到，太好啦！先看看上啦，终于嚟啦，11层，好多睇动画啊，唔紧要啊，有得上嚟都好啦。应该唔使换啦，我谂应该呢套都得噶啦，呢套211得啦，155冇问题，呢都唔使点搞啦，系啦，呢套可以话得几渣啊，赵云，我都冇乜点落嘢俾佢，都唔系话特别强，哦，呢套好简单啫，1000血90几咧，试下 AI 压晒先。应该是可以 AI 的，刚刚双联击没问题 ，OK， 之前他未改伤之前呢，未改火属呢个伤害之前呢，我仲食晒单俾赵云，如果知道他改咗嗰个火的伤害呢，可能都会被割价。因为嗰一头先见咗几强势，佢个火佢一电成千咗一嘢。不过打黑熟就电1000，如果唔打黑熟，我谂都有600-700。张扬好似有啲料到嘅啦，系嘛？我哋搞一搞张扬先。去到张国都二系东唔开始难，即系周即系孙策小桥嗰度啊。哦，都搞掂啦，唉，得啦，唔使谂，搞掂啦已经。我想应该是12、13层那里、塔底140+等一，塔底是什么来的？440，其实那么高之力反而打活动真的好像没什么用，比二桥来计到高之力的话呢，你需要有人保你才行，我现在发现即虽然加之力可以加到攻，但是觉得打这些都是
高敏啲好，因为你仲可以调高啲嘛。你如果高之翼嘅话咧，你调唔到敏。好似我而家风箭咁咧，好高攻，162，但系敏太低，屎一般嘅低。哇，老卡喺对面，呢度要唔得，呢度要走动，有啲危机啊。冇理嘅，暂时欢乐一阵，得唔得啊？呢度顶得住啊？应该都得嘅，暂时呢啲系咩啊？呢个宜州嘅老卡应该都得嘅，因为俾个结界先。边个最高血啊？你哇，穿心瞬箭，哇顶啊！八步穿杨，哦中咗箭，我哋照运。哇痛到啊！我呕泡，有机会睇到四几一转嚟啊！有个双倍应该 O K， 二转一转，一转，唔得，保自己，唔掂，就快死。竟然唔中，我应该得噶 ，AI。呢啲咧，起码有一半以上咧系冇金锁嘅呢度，有冇一半咧？谂下先。比河咧冇啦，小金冇啦，头先老卡冇啦。如果老卡有，可能会连老卡都未定。跟住仲有咩啊？塔顿、卑尼夫、尼尼有、苏珀然冇啦，陈博、陈博呢个都冇啦，呼储存呢嘢都未有啦，金锁啊小金都未有啦，一小金几靓我冇做，一呼住好高好型，红色黄色啊，猪牙勇士喎、啊、，OK 啊个名，会唔会唔够药咧？215应该唔会啊，因为我开定啲药出嚟先。我一定唔知药先，识一识 AI 先咯。我谂揸住定神文章水冇问题嘅。张国呢个系咪有啲难搞咧？呢个坐低，快啲坐低。咦，同我一样都系冰封张角。好啦，我封其他啦。大雄、李大魔，呢个系黄巾军嚟。大镬，我开开 AI 先。我控多一场之后开 AI， 我开门。有啲一转有召唤 ，OK 啊。好，冰一只开唔到合体技，系我惊嗰招合体技，有个招黄金。哎，好。一转法阵系啊，一转法阵有青龙。打前排先好做啲，咁逼你两个坐埋一齐。
大木啊！连咁都封唔到你，你大木！哇！呢招系咪咩取啊？系咪会晕人嗰招取啊？冇记错，地师军，我啲普通嘢嘅地师军啊！依家我呢度做咩啊？冰封呢只啦，照打好牌。这个不太不算话太难，不过我想最怕应该就是他那个黄金令，他有一招全体技，不过我都未试过全体技的伤害的威力，解同一只他们沟通有问题他们、快速升级辅助器，每分钟14场差不多了，每分钟14场清得快就带快一点咯，好太好了。但我們可以打到挺高了，我想过到這裡有机会可以上到13了。咁易系啊，因为有冰封多啊嘛，佢哋冰封多啊嘛，加埋我有三只冰封啊，三冰封双保师，哇，不得了，讲紧出名豆腐高攻啊 ，OK 喎，我呢度都 OK 嘅，点解落完气又要上翻嚟咧？你高唇咀嗽。送个菲利夫先，咦，你都系封菲利夫居然，大家都系一样，都系封菲利夫，照我，呢啲好似大部分都有锁嚟到，冰河世纪系啊，冰封世界。八步穿羊縮小術，哦，嘩，刺落嚟，邊個靈鏡啊？嘴獸靈鏡係嘛？唔理佢啦，嘴獸風雕蟬先，嘔爆佢個鏡先。啊！英雄所願略同，全部打卑尼夫，找卑尼夫麻煩。高神。OK， 咩咩过嚟，已经全部二转，呢种二转先一战技，哦，好似系，系喎，卑尼夫一转唔系咁嘅样嘅，记鬼错咯，点解咯？我先要求整下卑尼夫先，其实打前联机打前咪可以用咯，因为佢两只地虫。系咯，我都唔记得咗添，因为魔水有卑尼夫一转啫嘛。之前睇佢练 level， 系咁缩小术咯，咩事先？咩？唔好过去，唔好过去，坐喺度你。好咁啊！二转冇咗条尾，多把孔雀开屏嘅线佢，冇咗条尾啊！冇留意佢条尾喎。好，封到。争一下，你多下乱击就死啦，搞掂。不过都几高咧，几高血下呢班友。后排啦呢度，
几伤大佬，几劲。OK， 沮授。吉萨拉将限量到先。搞掂。哎呀，都逼唔住你。合刀手。系咩？我早话唔错，三冰封两复活两结界五伤害啊 ，OK 啊！如果你 OK 嘅话，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晏昼可以打啊。打炎白虎先。其实最紧要有冰封有复活，基本上两复活系最好嘅。都系咁上下 OK 啊。如果呢度咁多走佬嘅话，都几大镬。我哋先。上个礼拜我都试咗好耐，争少少咯有场。但系 hold 唔住，冇定神啊！因为定神最紧要，用嚟防嗰啲混乱。你就算甩咗镜咧，你冇定神都系好大镬。好，争下呢度传输出嚟哦。咦，我应该用地技喎。我应该 OK， 应该打死啦。有冇机会用呢招？一嘢坐落去七百几，都 OK 啊，七百几。即第三层，第十二层啊。我哋而家打到边度啊？试炼之塔十四层，唔知咩，都唔知点样，但系呢个系十二层，真系味道，哇！呢关好似难打啲咯，开始呢关。睇先，宣权，好明显啊，周瑜要搞先啦，唔使问，周瑜啦，要怼前排啊，云太子时咧，呢啲咪高输出手。团长第一次对啊，我是第一次闪来的。喂，扣咗几多啊？五百几啊？哇，顶啊！唔使啊，打到咁。哇，咁低血嘅孙尚得四千几血，几有型喎孙尚。孙权啦，咁多司马近，喂，我边应该唔使保住，应该最紧要我系老陈唔死得，老师死咗都冇问题嘅。不过最好就唔好死啦。咩嚟噶？我系咪四技嗰招毒啊？呢个，唉，开始晕人啦我。孙尚香，反而水嗰啲我谂要怼咗先，水呢只。
大桥啊，咁都封唔到你，封住，唉靓。好啦，仲系边个？周瑜唔得，周瑜一定要打死佢。海方冰墙呢个粉墙，一定要搞一搞佢。周瑜孙策太史前应该要搞先啊，因为太过高伤害，太史前高伤，周瑜放冰墙，孙策都系高伤，有只小霸王，啲小霸王系咪呢招啊？好似系呢招啊！但其实如果成队食个单啊，都唔惊嘅，系咯，成队食个单，我两只乱击佬食个单冇问题，封下孙策先呢度。呢度揾阿黄盖啦，跟住冰封就靠你啦，后面嗰度。好，搞掂啦。呢度小桥啦，有小桥。我谂如果我哋咁多风同火，应该要清个地先。地风咁清啦，我谂最好。连击先。马代，呢一日马代，而家睇落有啲低文，其实而家感觉打得多二桥，我觉得低文，哇，喺出只咁嘅嘢出嚟嘅，杀，捐出只咁嘅嘢出嚟，呕死佢，好快冇鱼，你打得咁快啊，一输出够强啊，我哋，冇俾机会佢有，后面有周瑜嚟，冇睇到添。唔好去做啲咩傻事就好啦，唔好咁死保师冇回魂丹 ，OK， 系嗰位回魂丹我唔记得，哇，咁渣嘅呢招技，啊，话唔得，要家要补翻啲先，OK。我有回魂嘅，不过低咧咯，回十一百嗰啲咁嘅垃圾单，啲垃圾单都有咩用啫？我补你先啦，你应该会喐啊！你玩，我预计你会喐啦！你玩，啊系啦，喐啦，好，司马懿哇，都2300血喎，睇嚟你系咪分担咗两只，即系加咗几百咁样啊 ？O K 嘅，就加几百到，我就帮你补啦咁样。呢度不如连击啦。连击，波死佢！哇，正！如果中到就真的不错嘅，但系中唔到啊，真系三招都唔中啊，真系变咗废技。呢一关如果用司马，应该系咁炸落都唔错啊。呢度唔使啦，我两个唔补啦，我两个唔系补先唔补啊，一补嚟都冇乜用啊。慢慢逐只冰封啦呢度。炸下炸死 ！Oh my god！ 又放咗只周瑜出嚟。呢度淋啦，唔封啦，呢度淋落去算。咁样打只周瑜。哦，唔紧要，淋射孙权。争啲吓，哎，有你冇你开个结界先啊 ，OK 啊，放大术，
三体几？真系呢招系三体定系咩？睇唔到三体嘅，点解我封咧呢度招？小风打，输出都系争紧啲肉啊！输出一赵云再劲啲就好啦。可能我要再将只赵云再加强，搵套最终装俾佢先。但唔系我最终装有140几嗰啲，呢只炸落先，呢条地啊！打王牌，诶，搞掂啦！女蒙。周瑜四技三人技可以合击，系啊！如果有四技嘅话，其实周瑜好好练嘅。啲人都系话咧，如果周瑜开放咗四技咧，可以当佢咩火箭手咁样。之前，依家就唔知啊！依家我都唔知上台，一佢减咗伤。牛死佢！搞掂啦！搞掂啦！搞掂埋孙尚香。搞掂埋穿插，睇落唔大同凹痕咁上去，我都见到啊！哇，霸王拳呢只咩属啊？地属，呢只风属咁一定系咁样啦。想问，最低攻嘅四技，最高之二转重啊！不过都唔紧要嘅，其实最紧要佢个招技系用嚟升咧嘅啫，系啦，升咧佢用嚟撞解啫嘛，玩佢个撞解先系最烦。而家大桥几靓，小桥俾陆逊遮住咗。头先呢度咪有个小桥喺度，哇，好毒！你放啲咩？点解冇打到佢啊？你全部定系已经打咗啦？咦？佢咪放咗啲咩啊？咦？做咩啊呢度？中个筆啊？唔系，而家打到喎。头先佢忍咗身啊？定系佢招技有咩啊？唔知喎，真系呢度，好奇怪，系咪忍咗？我都唔知佢忍咗定系咩，睇唔到佢忍咗。真正边缘人忍咗都唔知道，唔通佢系四技？佢头先嗰招放毒嗰招系四技啊，无影无相啊，真系睇唔出无影无相，睇都睇唔出无影无相。好啦，嚟啦，十三，曹操。哇，咁嘅款，唔啊，即系要咩啦？司马一定要杀先啦，首先咁多火种，唔系啊嘛？我俾咗结界先，俾咗宝师先结界，呢度怼死司马先，冰封司马。其实我谂住封曹操，系咯，封曹操啱啊，封曹操。哦，封到啦，司马。M 版冇整，所以睇唔到，唉，真系。哇！印记啊！哇！招火咁劲嘅，招中火，好多好多四技出嚟啦！我见到，哇！我呢度自保先，我封印机啦，咁咪有封印机打司马咯，太多火对我哋不利呢度。嗯，你要封紧机喎，咁好啦，咁我之后转其他啦，我封啲二转技比较烦嗰啲啊，呢只等你封啦，呢只国家，美美，
点位夏侯惇咯，一系哇好痛啊，好痛啊啲五雷军顶。我俾结界你啊，你应该系会打啊嘛，我记得。冰封啲好大机会冰封到嘅先啦，杀咗恩基先。几多血啊？只嘢八千血。Oh my god！ 我家瞓低咗啦。呢三个都系军师，四个咁啊！你啦，唔使问啦，肯定系你嘅。典韦，再俾镜先我。解火箭，冇问题，顶得住。我兵曹操定假佢，假佢啦，假佢。呢度使唔使结界？应该唔使啦，我唔使结界啦。呢啲咁嘅军师真系难搞。哇！好，争国家。仲解？唔紧要呢只，等我嚟呢只，呢只简单好多，等我嚟。争下，应该两下啦，啊两下，下一弯就乱击打落国家咯，曹操。啱啊！你出嚟就即刻打死你。好得啦。咁啊，曹操先啦，曹操之后再打低血嗰啲粉饼，由左至右啦。哇！顶你即刻醒咗，点解？要打曹操啦，冇谂。呢度就打一隻曹仁啦，争多下，哎呀，太可惜啦，冇打到，冇打到曹仁嗰边咧，我都。哎呀，一嘢执落去，打爆你 ，bang！高攻就系呢一度有好处咯，不过系人哋控晒场嘅时候先得咯。反而做控场师真系高敏啲比较好啲。应该打到咩龙王嗰啲，应该就唔够打啦。龙王，龙王太强。点解会做咩咧呢度？哇，好有型招技，系咪到？几有型招技，几架势，系咩？我搞掂，天兵都够打应该。我哋啲咩龙王嗰度睇个人打已经超难打，打咗左手边嘅地虫先，哇打唔死添可能，喂，你爆出劲高攻，
三四四，哇，134嘅，先系嘛？有下午直播系啊。搞掂。其实如果话过到四军师嘅话咧，我谂呢一度都可以上多两层左右啦。第三层我就未知，因为而家系第二层嘅顶端啊。红莲，好嚟啦，炸落去，系咩？搞掂，好，结束。啊，唔系喎，呢度啱啱上嚟喎，13层，睇下先，14层奖励过咗14层，呢个咩噶？哇，顶啊！顶住个梁，仲有边个啊？周仓、赵云、关羽、刘备，刘备好似要搞先，哎，我搞诸葛亮啦。我觉得嗰只锤都好似有啲咩烦交嘢。哎，好啊。跟住有边个啊？关羽呢啲四技，周仓、司马，哇，咁有型招技，嗰条蛇。哎，呢凤凰领教过四军师咯，应该冇乜问题呢火。哇，大唔得！哇，无影无相，我开咗俾边个啊？都唔知俾我俾边个。转咗63，系啊，转咗63啊佢。疯狂桶啊！定疯狂桶啦、啊！我谂杀刘备呢度，我俾结界先。我谂你应该俾字，我俾咗水宝，俾咗呢个宝师先。系啦，你保自己。啊，行啊！无影无相俾咗刘备啊 ！Oh my god！ 即系点睇，大佬？系咪呢个透明咗少少，就系无影无相？头先嗰只大桥完全冇透明，呢只都叫睇到嘅。咁我打徐嗰度啦，徐庶，你结老陈啊 ，OK 啊？咁我结翻结呢只啦。好，嚟啦，封只徐。哇！张飞咁大粒，好似要搞咗先。张飞好大粒喎，只火虫。天兵哦，等一阵啊，点解喐唔到嘅？定个 keyboard 先，无影无相刘备，跟住我就封住张飞先。定系打庞统先呢？打庞统先好似稳阵啲，话时话。PC 版会睇到有绿色位，呢度冇得半透明，阴公。系好啊，放到张飞得啦。马马奔腾，你唔好开个招咩？佢嗰个三人眼怪就好啦，刘备都唔知封唔封到咯，咁样隐形咗，系咩？哇，中晒喎，啲状态中晒，阿妹唔好过嚟，喂，唔好过嚟，坐翻呢度啦，踢烂晒嗰啲嘢，好，你得。喺度，我过嚟先。只赵云好似冇乜点出过嘢喎，对面只赵云。
击，缩小术，缩小术，热风弹，喂，真系有床你都唔怕，系啲上台先喺度，妹妹。呢度冰剑，冰剑都得啦，系咪呢度？呢度我晕啊，又晕艾然啊，艾然系封咗块面噶佢。哎呀，咪啊！另一个坐完又到你，点解啊？咁好坐咩呢度？咪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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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都要坐大髀，封咗张飞。张飞一定要封住佢。封唔到啫。哇！封到癫你啊！缩小术，有冇咁多缩小术啊？4000嘅张飞。打少后面借先等我。OK， 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成千几啦，哇！又嚟啦，招技。地下打我张飞度，呢度能咁样啦。嗰只咩鞋？水鞋啊？系咩？揸下，系好。跟住又到张飞啊，接受洗礼啦，张飞。最后就是赵云啦，呢度掉个火过去先。786，哇，好快手打赵云啊，得。呢度普攻打得啦呢只。搞掂，最后一关啦呢度呢一层嘅，呢个系咩啊？火德星君哦，你咪又有啲南北斗啊？南北斗真系想呕。5121，系咯，应该唔使搞呢度，唔使搞。Ready， OK。哦，呢度仲有啲点数未加，呢个已经怼晒上去了。喂，遮住咗点睇后咗只，除暴山上人。我唔知道打邊只先，而家封個水天先啦。唔算難，封冰先啊。啊，好，咁我老師就負責幫手結界先。結界兩位保師先。
知打边只，未打过咁高，我都未打过咁高。喂，顶！即系反我艇添，烽火天将啊，匿埋得咁后面，肯定有啲古怪啊！可能系童子先啊，试下打童子先。冇啊，开多下会吉死我啦。嚟啦，我即刻要俾结界我，唔好吉落我就得啦。有解咯，俾风先，今次风与风。其实地可能紧要啲，地，因为佢有零镜地嗰只。水好似有撞解定咩冰封啊？跟住地嗰只有零镜，风嗰只有无影无相隐身闪避好似。哇！点解开晒冰墙？系咪咧？我都唔知道地天将会出啲咩技。树精，咁一定要封先啊！树精。你两只军晒落地天将度啦，靠你啦！我封埋前面嗰啲凡胶先，跟住巨兽嗰啲三味真火都几痛。哇！喂，顶解咗。Hello， 阿 King。地先，结界应该齐晒啦，系嘛？四个齐晒，基本上四个齐晒得嘅。我只赵云基本上可以唔使理住，咁我俾国家咧，系俾国家我。解咗，哇！解咗火天将。哇！哇！开咗咁多嘅呢把呢只嘢，咁啊！撞解地天将，冰墙蓝华老仙。打死一隻先，系 OK。跟住可以打除毛山上人啦，可以。除毛山都唔知杀唔杀得。下关就龙王啦，咁快。哇！哇！呢只咩嚟噶？啲阴阳师嚟喎。我先俾埋结界你先。我未打系上十 F， 大家各位如果有兴趣嘅话，就可以入嚟同阿山竹一齐，山竹叫入去打呢个二桥，上到十层，即系打到第九层之前，打埋第九层应该系话，哇，冇晒呢啲嘢，水天将，三解佬 ，OK。咁唔怪之啦，头先冇晒啦啲嘢。顶，用乱击好过呢度。唉，定系佢开咗闪避，我冇睇到。撞解，哦，起码俾咗你先哦。呢度隐咗形。咁啦，好，等一下，好死佢，
喂，又放咗嚿嘢落嚟，放咗嚿唔知咩落嚟。等先，跟住又打财童啦，财神童子，跟住封埋只火天、地天先，地天一定要封咗先。该食嘅地天像。定系两边水河晒？咩两边水河晒啊？有睇有留意我冇睇到啊？哦系、哦，中间又断咗、哦，四冰封一结界，三冰封。炒一嚿屎喎，系咪会慢咗？系啊，踩中咗即刻慢咗。你睇我几慢，减你敏正 P K 啊！两边水学晒，其实应该要嘅，因为水系两边好有用。但系睇下你要唔要学埋全回魔先。如果唔系全回魔就学复活之后走冰封。我其实都想之前都谂过唔学嘅，但系而家谂落真系唔学好过。反而冰封我谂会有用啲啊，再。结界方面，你冇俾你。系好。如果大家咧有嘢问我嘅话咧，如果冇答到咧，或者打完呢场，可能你之前问我都未答嘅，就再问一问，因为个 chat 本有问题喎。佛。封咗个佛先，嗯 ，OK， 得啦得啦得啦，咁之后到巨兽啦，好烦呢嚿嘢真系，呢嚿嘢系另类烦技嚟嘅，可以话系，真系另类烦技。跟住我谂清兵将啦，定系边只啊？只分唔使你自己人嚟，咁夸张自己人打边只先？跟住而家全部都系黑住，水火水火，火得星君先啦，系火得星君嗰边咧，水天将啊嗰边咧。妹妹好攰啊，只脚。妹妹，你讲啊，你嗌乜嘢？撞解，我成日黐一下，真系犀利。争几多后面？六千血火天将，咁唔中，搞错啊！唔中，搞错啊！哇！啲咩技嚟噶？应该开冰剑算，佢都冇乜威力嘅，而家基本上。
都唔知有冇晕到，俾啲巨兽遮住咗。千九，快啲打得！抗热战运，撞解。咁呢只冰啦，冰一冰只水或者火，冲下巨兽先。咁啊，就死啦，就死啦！哇！中曬，係咪有問題啊 ？Chat 冇，好似係睇唔到。54咧，77睇正唔正常？你睇下睇你有冇睇你係咪高過防？高過防就正常，定係洗點好？睇下你個洗呢個體質會唔會低過防？如果低嘅話，應該要洗嘅。呢度我諗唔使咩咧。做乜鬼嘢啊？我 check 本睇唔到 check 本 ，YouTube 嗰度咧，睇下先，打到咁厚啊！咁啱我哋有个冰封手帮手，就系、是、呢三位啦，隔住咗我两只嘅呢三位，先。這樣好，试下先再。喂，打唔到字嘅，哇！佢窒咗我直头，重开先，红埋先，喺度乱击啦，一样77啊！咁你搞搞佢啦，你唔好俾佢防御高个体质就得嘅，最麻烦就系俾个防御高个体质。咁你想到时如果你个防高得滞咧，你追唔翻咧，咁你个体质就会变低。当然体质高个防系最好噶啦。依家应该得啦。OK。哇，好痹啊只脚！哎呀，微微，坐低。啲巨兽又比较麻烦，巨兽太过高血啦，巨兽又系。好，呢只水系一只牛奶地啊。好中啦，咁都唔中。有冇搞错？火系两只，先用地下啦。火系呢个冰剑，塔顶落一个地系一区。哇！呢啲咩噶？咁有型呢把嘢，159。哇！呢个系贵军喎，乱斗擂台。击，550几，916，好全攻得啦呢度，1200血死紧啦，我哋每个都打到200几。车死佢，搞掂 ，perfect， 食埋药先，搞掂。好，可能14，应该就未必够啦。如果打啲咩龙王，哇，已经一堆人喺度等紧我哋咧。134，175。
龙王啊，呢个系龙王啊，呢个三万几血啊，要唔要试下？系咪要封龙王先啦？龙王啲火系啦，拣只呢度我谂你先啦，我唔知边只啊。我兵西海 ，Oh my god！ 哇哇，三万蚊，顶啦，已经死咗。Oh my god！ 冇一下中，零命中喎呢度。哇，仲放埋嚿嘢添，三文冰封仲识，哇！做咩事啊？喂，跳咗落街添，佢系飞咗应该。